由 SDIC 承保，高达50,000新元。傍晚好，你收听的是蔡有成节目。以下的信息是来自法国的下半身瘦身专家 Dora。听好了，听到这样的消息呢，真的非常的开心哦。因为昨天呢，你的反应非常的热烈。Dora 呢，将这个抢答赢奖活动呢延长一天。稍后呢，我们会从中呢问出问题，首十位 SMS 答对问题的女性听众呢，就可以抢先获得600元的瘦身护理礼券。哇哦！而且今天是星期五哦，是你赢取礼券的最后机会了哈。对。那其实说到这个肥胖的问题，尤其女生朋友们对下半身肥胖呢，真的感到很困扰。很多时候我们工作都很忙哈。往往呢晚餐呢、已经变成了宵夜了，食物来不及消化，当然呢就会比较容易变成脂肪，然后囤积在我们的肚腩还有我们的下半身呢。是，所以呢法国 Dora 呢是专为女性呢解决腹部、臀部及腿部下半身肥胖问题的专家。那么他们呢在这里呢作为快速解决肚腩肥胖问题的瘦身专家呢，当然是非常适合上班族还有繁忙的这个家庭主妇的。对，90分钟的疗程之后，其实你就可以看到尺寸变小了。想想看，当你呢下半身肥胖问题呢得到解决之后，你就可以穿更漂亮的衣服，整个人也更加健康，走路的时候也不会那么容易喘。所以你是不是也想解决肚腩肥胖问题呢？想要走路有风的话呢，当然呢绝对可以帮你哦。即刻 SMS 首十位回答问题的女性听众呢，就可以获得600元的瘦身护理礼券。今天的问题是，如果晚餐常常变成宵夜，食物来不及消化，久而久之就会变成肚腩肥胖，对不对？赶快 SMS 吧。OK， 你的答案呢，赶快 SMS 你的答案和姓名呢到76363， SMS 你的答案和姓名到76363。这项讯息呢是由来自法国的下半身瘦身专家 Dora 带给你的。